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就来到中青商行，这是这一间店这边的样子。是很火的店家。对。生意非常的好啊。OK。通通都贵的要死啊！不，那个贵的物超所值啊。那我应该是会点这个上面的。我发现以我财力不能点太多了，全部都现点现做，就是这个美味的关键啊。然后小姐非常的亲切啊。100%零业配啊，总共180，我都快破产了啊！不对，那个180块啊，物超所值。现场的这个免费凉茶要喝一下啊。好，总共看不出来是4样的菜啊，4样，然后这样是180，真是没办法啊。就从这个这里非常闻名的虾子饭开始啊。它这个虾子就是都是没有泡过药水的，吃起来有吃得出虾子的鲜甜味。好，如果怀念南部的朋友，全都是真实的状况哦，所以这个冲汁就冲过来。夏天这个比较困扰了。充满这个虾子的鲜甜味哦，虾好脆饭啊，怕口误了。只要口误，又有那个18公分的变态要骂我，你弄18公分呢啊！好，那这个虾好炊饭就还蛮好吃的，但是就偏贵啊。然后再叫这个土鸡蛋。煎的香喷喷香喷喷的啊。好，那这个混入蛋黄的虾好脆饭。又贵又好吃，又好吃又贵啊。久久没吃会怀念啊，久久没有吃会破产，久久没有吃会这个想要吃一下啊。总比在那个花博展场吃便宜一些。但是我记得南部的那个。这个火烧虾饭我记得会比较甜一点，然后也会比较鲜甜一点。但是不错啦，没有机会去南部啦。好，那分数90分。但这一家比百货公司便宜了，上次在百货公司本来要吃，有被它的价格吓到。鲜甜美味，充满这个虾子就是它的关键啊！但是我有加一份啊，记得原本是再少一点。它的餐具都非常的精致啊，所以这个价钱高一点也是这个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个卤萝卜就真的很萝卜啊，好吃。在这个充满文静的环境，然后这个吃这个传统的小吃啊，也是这个人生的一大享受啊。
好，但它这个娇小的分量，忍不住我还是要给它扣个十分哦，赞。好，这样全部吃光光，我大概才四分饱而已。哈哈，啊，这个充满了文青的感觉哦，赞。好，现场还有一个老阿妈时代的裁缝机啊，哦，我外婆用过这个玩意儿啊，看那个 M 数有多老啊，不，那个这个历史有多悠久了啊，哦。各位来，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中青商行，那要不要用餐你自己想清楚啊，哦。好，那就跟各位想的一样，再就是要来这个难得一见的展览了，啊。啊，推荐是吃饱了再逛，比较不会那么伤荷包。啊，因为它这个牛肉面的展览之前，前面就还有一些展览，所以我就顺便一路拍过去的。好，再来就到了，那这个就是有趣市集。拉面成牛肉面，来吃出你心中的第一名面。好吃的热狗堡，你好，哎，好，那就一样逛一下啊。啊，那昨天有人反馈说这个现场有很多美女啊，这个我不否认啊，哦，但是也很多美食啊，美食你都没有看到吗？啊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年糕啊。看美食，好，要看看这个热闹的气氛啊。好，他有一段音乐很大声啊。啊，所以会有一小段我没有拍到，啊。和风汉堡，哦，还有生蚝啊，很鲜美生蚝哦。好，谢谢啊。蹦蹦日本大生蚝。对啊。有美女来帮你服务，这样，哎，谢谢。你好，日本新鲜现开生蚝，一颗120。
个老唐儿川菜馆。笑容很棒。好，那这边写16串不挑串的话是200块。这家昨天有来买过啊，完售，哈哈哈！哦，这个说是来自桃园的名店。好，那这个尹家拉面啊，也值得拍一下。好，好想。怎样啦？回家洗澡。163在哪？要不要辣？微辣好。好。要不要开始？不要。165。来，我们来这边站，不要走，好不好？待着待着，快点没有。老板已经成为这个牛肉面界的传奇人物了。多照一下。好，谢谢。Yeah. 我不要不要不要，我现在对，现在一定要外带。啊，在这个是小潘师傅牛肉面卤味。哇，卖光光，好，天下三绝啊。有，我是你们的会员。欸、上次生日有吃过你们的猪脚面。哎、欸，谢谢。好，在这个炸鸡百货啊。酱汁啊，还有大量的葱花，还有朝阳辣椒，青辣椒，好 OK。这边音乐又很大声啊。
好意思，就从这边穿过去啊。参考一下哦。嗯 ，OK。好，谢谢。巴斯地瓜，哦，其他有的后都是从后面排队排到前面。好，这个是昨天有吃过的日常小吃。可以免费试喝啊！看到飞机是飞过去了，哎，谢谢，哎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海林跟新兴的市场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再会在6:30免费限量100元的新兴啤酒要送给我们今天参加新营参与我们有趣事情的朋友们，那我们等一下限量100杯，免费送给你哦，因为我们6:30要来举办我们的百人干杯的活动，大家听到的话，想要喝我们新兴啤酒的话，赶快过来哦。全台新啤酒坛超级热，大放送给大家的限量100瓶，大家赶快记得6:30要回到我们海林这边来。好大只的狗，巨大。好，就希望这个走景的影片各位朋友会喜欢啊，因为其实真的是花很多心力啊，虽然我并没有花钱哈哈，哦，花钱是花在前面那个地方，这边如果要花钱大概排队排太久了，什么狗？哇，超大只，像马一样，像马一样啊！那超大只啊！
好，原上这个展场是还蛮好玩的啦。嗨嗨，哎，好，今天再逛一次，那就说吧，祝老板您生意兴隆。哎，谢谢，哎，好 ，OK。好，这边的老板蛮亲切的啊。好 ，OK。好，这边是用餐区，好。一个用餐区了，一个，再是拉面区。我不算说错啊，那用餐区在左边啊。昨天看到生意爆炸好的店家、啊，如果现在点大概等多久啊？10分钟哦，蛮快的啊。好，看一下300块啊，哎、欸，谢谢啊。就逛周一圈，再就 我就要去上班了。175的同学在哪？好，我记得新闻上说他是早晚各限100碗，就是150碗，所以你现在要过来吃，应该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好玩有趣啦，然后 很多店家啊。
现场就这个人山人海啊。我总觉得都还有是有遗漏的店家、啊。朝日三明治，我记得这家也是蛮有名的。OK， 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有机会可以来试试看这个朝日三明治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拉面乘牛肉面2024有趣市集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在这边还有一点点展览可以看啊。哦，不过他们好像已经要收了啊，哈哈。是那个农产品的展览啊。拿杯子吗？去拿杯子来。那就快速走过去啊。好，那这边就是捷运站旁边，所以蛮交通蛮方便的、啊。圆山站一号出口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一天。然后这个展览不定时会有展览，要注意他的粉丝团就会看到。好，拜拜。